为什么你是王？空空空，里面没有人。汤马是小火车，请问有人在家吗？有啊。有啊，那你是谁啊？吴信义。你是吴信义啊？嗯。那要回家吃红豆汤了吗？你要不要吃红豆汤？好的，爸爸。好的，姨姨。好的，妈妈。好的，妈妈在哪里？嗯。妈妈跑走了。嗯。盖高马桶。啊？怎么盖起来了？自动盖起来。喂，自动盖起来。旋风骑士 ，Micro。空空空，请问有人在家吗？没有。没有，可是怎么有人讲话？有。啊？为什么没有人又有人讲话？扣扣扣妈妈，扣扣扣，有人，扣扣扣没有人，有，没有人，有，好啦，我要回家啦，拜拜咯，拜拜啦，妈妈，哦，拜拜咯。